你把车上，安度假的海运还有邻居，阿妈才是客厅车，想要送你回来。我给你叫过。嗯，再见。你阿江好。你若是困袂去，一晚头食的眠药，黑暗眠药副作用较侪，会当喝热牛奶，还是洗一个冷水澡，会较好睏。就像我的情况嘛。 江江好，一直无完迄手，而且了四去。伊就是为着要霸占李家铁大神父的位啦。这个厂区离职的公务人员霸占宿舍是共款道理啊。咱一定要赶紧想办法甲伊赶。咱毋才有机会会当卡位。嗯。好啦，现在车票伫咧跳呢，佮有夜间加成，已经登去。 交回一条啦，我要看你安怎入去，我再来安心。再见。 看到，一定掠准讲两个对一对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咱就回分这土地。这个江江哦，若是真正改革，就减一个人，你可能分财产啊。话是安尼讲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唔爱看江江后有要改革，你若讲迄李家人，若全部死亡哦，伊所有财产拢转去江江后遐呢，啊，咱敢不会着？你放心啦。 这个江江吼，伊若是真正改革，你想，你家咯，哪有可能分财产啊？李家死到，我一定会使用李家甲这江江吼拍官司，让江江吼自动裸退，一寸钱拢摕不着。嗯，你真正这样有吧？我当然有把握啊，而且我有把握嘞，干那一件代志尔。即马我要对付谁，谁就准备互我拔皮。 就算讲哦，伊会看你搁再大，我嘛无咧惊。拔皮？啊是虾米人准备要你拔皮？一只大老虎。虾米大老虎？嗯。都一只大老虎要你拔皮？这点免问啦，这是我家己的秘密。来来来，咱上阿婆咧，阿婆袂当有秘密的。贾永俊。 你的秘密哦，坐到咱娘阿母咧，讲什么红阿母袂用秘密？哎呦，天地良心哦，我会当伫你面头前就传，我伫你面头前根本无秘密，而且我所有物件拢是你给我的，你是我的幸运女神呢，我哪会敢有秘密？你知影珍惜就好啊啦，为着我即马手头有这个大卡的秘密。 敢若是凭这点，我毋若是光辉集团的长公主，我可以当控制这个大咖，而且伊阁足有钱的。阿辉的时间，我会阁甲你讲啦。杜伟伟难得靠风才能安，一定是真重要秘密，这无落当本甲丢出来呢。啊，我这条破链本来要送给米香的，我看先摕出来用。 做破人就水的呢，老公，这是你们要买的哦。当然是要买好你啊！你只要跟你心肝的秘密跟我讲，这破人就属于你的啊。若讲愈多，你的老公我就愈爱。他就是啊，有人假白卡啊。啊是谁人假白卡？哎哎哎！哎呦，真像我这么水的啦，跟我有够配的呢。 别过来嘛！你阿妹来搞笑，给别卡。我袂记啦。什么袂记啊？你阿搞讲。哎，你等。妈，大妈，大嫂，啊，我甲永俊哦，有早一挂点心来啊，啊，即马是下午茶的时间，咱大家要斗阵食啦。拄啊好，互你阿嫂食啦。你阿嫂，无闲到即马，从头拢阿袂食咧。是讲，微微永俊啊。
啊，恁即马伫基金会上班？嗯。出去食食中昼，食到下午茶时间才倒转来，安尼敢对啊？做代志较认真诶啦，莫干那随便无非。我知啦，我一定向大嫂好好学啦。是讲哦，看大嫂最近哦，遮尔啊辛苦，我真正足唔甘诶呢。卡叔，若是有一个查甫人会当伫个边仔照顾大嫂，安尼就算讲哦，工课搁较辛苦，伫个心灵上嘛有淡薄仔安慰啊。啊对啊，迄、那个邱建志邱医师对大嫂敢若足关心诶吼。大嫂，其实我看会出来呢，伊对你哦，敢若有淡薄仔好感哦。这辆失踪无一个月，你到底想这敢会想怎哈？袂，哪会啊？啊，邱医师人这尔好，又搁这尔缘投，是一个袂歹人才呢。啊，伊即马嘛伫个公费病院咧上班啊，我看会出来，伊对你有好感。是讲你即马无想要接受伊袂遐紧啊？啊，不过哦，你先袂当放手哦，先家搞下搞下，等到有一天哦，你若是决定啊，你得当手到擒来。绝对袂当成拒人于千里之外哦！啊，那无，迄公费病院遐出一个小护士，拢亲像狐狸精同款，照共诱拐呢。是搞笑意思哦，若是去互伊诱拐去，你想要卡位，安尼就上班啊。莫跟我白讲话啊，好不好？邱医师只是较热心，对这样特别照顾，那有啥物非分之想啊？莫阁用你的想法去想别人啊，硬要搞阮塞这堆，到底是啥用意啊？我哪有啥物用意啊？我安尼做嘛是因为我咧关心你啊。迄查某人哦，若是独守空闺伤久，迄是会破病呢。我只是以一个小姑的身份来关心大嫂啊。今麦这个社会，参像我这么大心的小姑，已经找无啊。宝贝，正好代志跟你无关系，你无小介安那子。大妈，你若是会当亲目睭哦，看到邱医师对大嫂的关心哦，你一定嘛会足感动的啦。你千万哦，莫叫大嫂休假呢，安尼哦会斩断一段好姻缘。你安尼做，就伤过自私啊！你是讲啥话啊？什么休假？话莫三日后白讲啊！莫啥？话吼，就等啊，通告底啦。啊，想着三日讲三日，伊只是关心，无歹意。什么？大妈，大嫂，莫跟伊生气啦。我无跟伊生气，我只是感觉伊足无聊的。妈，阿姨，我送伊落来。妈，我跟恁斗阵去。唔免啦，我要去拜拜。恁两个人今天去上班啦？看妈安尼，伊敢若无啥反对呢？咱哦继续较拼的，和邱医师哦甲大嫂做伙，绝对是有机会啦。杜小姐，你拢无介意哦？这是阮店卖上好的款式啊。之前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毋是上新的款式，你都毋免摕我看。啊，才过无外久尔，你水果袂记啊？是歹势，我即摆随去提新的。杜家伫个楼顶的情趣专柜，买今仔趁那了心情好。阿伯在病院哦，冷气才冷，加盖只啊毯仔特别寒。嗯，明仔再去给伊。啊，是好阿妹啊，叫我等偌久啊？这声哪会这熟悉啊？小姐，提一个包包嘛，会当拖这么久的时间？你拢是安尼对待贵宾的哦？哎呦，真正有够烦的啦！哦，啊，你嘛是要来遮看包包的哦？是讲哦，遮个包包拢无上的，遐凊彩一个哦，你可能就爱无食无啉几啊个月才买起呢。我是拄好坐机过遮，我无要买包包。想嘛知啦，干那会当用看的，伫个边啊流嘴暖，做查甫人的，敢有需要遮尔可怜？较早
你若是对我较好诶，无得卡，我即马心情好，我得当买一个送你，就当作你进前辅导过我诶礼物啦。老实讲啊，物件你家己留诶就好啊，因为今仔日你诶饼干呢，算是我辅导失败，我无即个资格收你诶礼物。也是啦，你嘛知影恁调解诶人进前是安怎对待我诶啦。你阁有迄个面收我的礼物咯？是讲即马无共啊，我即马已经是光辉集团的长公主啊哦，我的身份地位哦是甲你无共款，所以较早的物件我袂阁甲你计较的。杜伟伟，无论你想要甲家己装到偌水，要唔过哦，你的心若无水，人特别水，所以我可肯定，先甲你的心收得好，看下你怎么安排。我当然嘛知诶，我起码是光辉集团的长公主呢。我的心情好，我的心就好，嘛因为我的心好，所以我起码有一个足美满的家庭，有一个哦足疼惜我的翁婿，搁一个高追的囡仔。我嘛知影外口的人，我嘛足欣赏我即卖的生活，所以哦，我起码是足知足、足满足的。你的想好。看到真正是咧怨妒我，杜小姐，当之前登记小新款的款式，请你看卖啊，放大一点。